前到以后，啊，若有缘，啊，就会两个杀手对啦。这边哪会用？因两个是表兄妹，袂哪会当做阿母啦？阿妹，阿妹，哎，阿妹，啊，你要出去哦，要去倒位？你讲要去倒位？哼，讲不。嗯，我哪安尼去做啥？凤姐，阿姨是安怎？我唔知啊。愿你哦，就继续努力，金科的秋市，希望也会当金榜题名，为国你的定亲呐。对啦，王夫人，这布匹是要使共一斤重。是啊，你要替我送哦。这么多，你要哪提去啦？我紧啦，我叫奴才甲我斗三工就会用的呀。冬梨啊，你甲听看麦啦，人女方哦，真乖，真会晓想，要替阿娘送布。啊，咱哦，唔通宝宝麻烦你小弟，你就陪伊去，啊，甲倒替啊。你是伫想啥？阿娘甲你讲话，你哪会拢无爱应？铁东，你阿娘伫甲你讲话，你有听见无？凤姐，我问你诶。想做红梅，最近拢无爱插我，拢变到甲过去无同款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甲我讲好不好？当然，阿娘是甲你讲过啊，根本就无代志。你何必就问遮清楚？无代志，大汉嘛无代志。有红虽然个性有较倔强，但是伊是一个心地善良、真乖的查某囡仔。伊变家呢，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啦。要不伊那性地遐尼歹，唔甲别人接近。你哪会这种态度？你跟阿娘讲话啊？咱刚讲，你阿娘讲的话，你也无爱相信。我是要哪相信啦、啊？你明明就是有代志，你拢无话，无爱跟我讲嘛。好啊，你拢莫跟我讲，我家己来问如虹。等下，你竟然安尼在对待我，你有变要跟我开始？生病，我含辛茹苦。
请你醒了，请你醒了。母亲，害你再错了，救命的江山啊！我拜托你啊！别怕啦，你要怕啥？我喊你怕，我喊你怕。这无你查某人的代志，你笑屁！李姐，李姐啊，这件代志都是我引起的，我来承担啦。铁东啊，这件代志跟你无关的啦，你让开。李姐，既然你若是不肯原谅如虹，那要
一下，啊？对方可能解完，理由加庆祝，这本来是一件喜事呢。伊竟然徛快嘛，将对方弄受伤。你讲啦，咱是嘛向对方交代？好啊啦，赵杰，莫搁怕啦。如虹也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敢会扛这个你甲怕？相公，啊，你的伤都还袂好嘞，啊，你也无等内底休困呐。大哥，你敢查如虹呢？既然代志已经发生啊，就算讲你甲怕死，嘛无都解决问题啊。高二哥啊，既然戴冠龙已经受伤啊，论理就是咱较唔对，应该张门向人回一个信嘞。对对对，赶紧来去讲回信嘞。对啦，阿娘，要不就由我陪如虹来去，好不？唔免，阿东，这个时阵恁十个人出面，领导较无好，要不代志是伊抓出来，我陪伊来去就好啊。阿东啊，你唔是要陪如虹去送布片，紧去啊！哦。也咁赶紧去！哎呀啦！是啊，阮后生安尼欠的嘛无性命嘞，啊！你简单甲你回一粒唔对，就要准算。啊，我唔是嫖过伊啊，啊，无你叫我要安怎？凤梨啊，是咱唔对呢，咩来使用这款口气对人讲话啊？你爱知哦，阮后生当今是当的盖元龙呢，好啦，你若要陪阮的孙子咯，一定甲我说清楚。老的啊，那你慢慢安尼，人生计嘛，遮明理啊，已经来甲你回事的啊，你就莫想刁难啦。你，哼，多谢周老爷你的谅解，那是迄医药费的部分哦，阮哦一定会负责，一定会赔偿的啦。免免啦，阮家开药铺哦，迄吃药也免钱啊。哎呦，老伙！哎呦，老伙呀，唔好安尼，这个定提出来用。安尼好啦，过去哦叫换出来啊，啊现在少年人哦，吃西吃西，啊交些朋友嘛好啊。你就是这里怕手啦，莫怪讲咱酒家这袂好呀，快来去救啦！奥利呀，奥利耶呀，奥利耶！哎呦，不要紧啦，这里囡仔讲安尼啦。行啦，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我这边要安怎？人已经叫因走出来，你把口气放较软的，进去用回事嘞。来，过来，紧讲啊！干嘛龙，是嘞啦，我向你赔罪。两位贤妻，是为我顺节而死，
求阎罗王开一面尊人道台。这好啦，本王答应。多谢你阎罗王。阎罗，那安尼讲起来，阮三个拢会生，搁再投胎转世，后出世，阮敢有机会同我做夫妻？这就爱看恁的缘分。阎，分明伊就是娘家高娇阳，搁再投胎转世。也不过，嘛无可能啊！我投胎转世为秋娥，一点仔都无像以前的王文英。不定伊是高家的嫡亲。就是高家的亲母唔对，好好好，一个讲到高姑娘，就安尼嘴笑目笑，拄只也唔敢承认。你是问我高家伫咧做啥物事？我早就探听好势啊，因是保镖卫生。对，一点仔都无唔对。那呢，我要找我下娘听下咯，去高家探听，唔就一清二楚咯。哦，得笑啊吼！看你这么欢喜，一切代志我替你处理。我来去甲阿爹阿娘讲，互因欢喜，因一定会立刻过家提亲。既然是高家的后代，我是要来用的娶伊。看到娇阳娘子，就想起我前世的往事，尤其是我的好皇兄。皇兄，你今嘛好？兄，来陪我饮酒。皇兄，我是秋阳的，不是你那个爱卿。是秋阳啊，
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是。就要坐下来，你会点点会会啊？嗯，皇上啊，我听你开嘴合嘴，拢是王文英，想起你的高墙回迁，到底王文英是何等的人物啦？对，唔准你提起伊的名字，你若讲到伊的名，我的心情就真艰苦。哦。好啦，要不以后我们两三年我都不提起就是了嘛。就要你可知啊，你可知啊，就王兄死了，朕为着伊日日以泪洗面，靠得泪最幸福。哎呀，皇兄，你哭到目睭出血哦，阿边来迎接。我若看到皇上你伫底哭，秋勇的心肝就足疼，你莫阁伤心啊，好无？就用你形成这块肌肉，朕就意料当初。皇上，既然那是安尼，我就将这块肌肉送给皇上，你再留恋吗？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，什么人嘛唔敢违抗。参像武则天啊，伊本来是董太宗李世民的才人，因为伊的囝李治喜欢伊，所以董太宗就封伊为后。啊，佮隋炀帝嘛是安尼。看起来皇上是去喜欢着秋香，可算也是真实的。那呢秋香，敢是着非常机巧做皇后？王贵妃是秋香的故庙，啊，那安尼讲，伊唔着甲伊比官啊比大，他一声就好伊通看咯。看伊伫咧啉酒，他看
看到这幕，就想起着当朝杨贵妃，本来是太子妃，啊，因为唐玄宗介意，就封伊为贵妃。因爸爱是妃，因囝爱嘛是妃，妃来啊，妃去拢是妃。秋香若是封为妃，有何不可妃？哎呦，好心好用哦，这条白千万是唔通安尼乌白妃哦。秋香又结了小风。皇上，对不住皇女位，代志敢真是要发生啊？哎呦，林宗啊，林宗，你是堂堂宋朝的真命天子，敢会用个行唔到一步？自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以来，至今已经第四代啊，代代拢是清清白白、名留青史。唐朝是要安怎甲宋朝相比？假使因姑孙啊，若是强配一夫，扣历史记载乱，啊那呢？林宗敢是白白步，都叫你讲哦哦哦！怪好皇上，你是要封我什么呀、啊？小蛋，火灾，火灾！来喽！皇上，火灾！啊，你是伫惊啥？惊我一个面吹顺顺的？无、啊、啦。好，去给我提金玉玲。皇上啊，啊，提金玉玲是要创啥物啊？嗯。啊！你问伊啊，这要创啥物？金玉。哦。啊！你唔进去，你创啥？皇上，伫咧遮啦。嗨。就要丁就树立这个金玉玲，和你以后入宫自由，唔免受人的拘束。我给他下音。谢我好皇上。是为着你，才发生这么多代志。你不妨找一个机会，好好啊安慰伊啊。嗯，我知影啦。对啦，凤姐，关于阮阿爹的代志，你有搁继续替我查无？无呢，啊，我唔敢去问金彪。阮阿娘伫咧甲我讲，讲阮阿爹生前在调为官，你敢知影阮阿爹的官做偌大嘞？伊做甲两岛国大学士，名叫做王文英。我最奇怪的事情就是我还没出世的时候，我阿爹就过往了。那个时候他应该还很年轻，为什么那么早就每次说到这件事情，我阿娘就是不肯跟我说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铁东，你不能胡思乱想，无得卡金庙对你的寄望太大，希望你不能受到干扰，以功名为重啊。我要的人无唔对，那天的死，其中必有温情。人酒家来提亲，讲要将你许配给那个酒家员，要唔同意？好，我答应。
一个水水的查某囡仔要嫁狗，你就要嫁狗。啊，伊是一个狗哦。看秋香对我百依百顺，敢讲秋香伊是王文英来投胎转世吗？梅哥已经大人啊啦，我要跟两个杀作对啦。哎呦，你真死老狗啊！你不是讲要把梅哥当作咱家己的亲生查某囝看待？啊，这十几年的代志，咱是已经保守秘密的，啊，你现在无条无理讲出来啦。